我是阿月，我是奥尼，我们是妖马终于没频道，没有妖马了，耶、yeah! ！没有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好啦好啦，来，我们上一集拍了什么？我们上一集呢是问说，如果说女生二十四小时可以变男生、嗯，你会想要做什么呢？可以在上面看一下。然后今天呢，其实还是同一天啦。没错，我们要问男生，如果变成女生，会想要做什么呢？你们猜会想干嘛？其实我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是一定会先摸自己，应该是摸一下胸部吧，上上下下先摸一次。如果我是男生的话，我就会先摸自己的奶，看自己奶大不大。如果是男生，然后变成女生的话，我应该会想要戴假屌，然后干骗所有男生。哎、欸，不是我先做事吗？我觉得应该有可能会有很多男生会想要尝试看看穿女装，还有进女厕跟去女生的那个温泉。会不会有男生完全不想要变女生呢、啊？也有可能。然后睡觉睡一天，然后变回来。变女生二十四小时要体验一下月经来的感觉吗？欸、要附带浴、哦，那也太残酷了。就狂喝热水，我就不相信会不同样。又不卫生棉。我们二十四小时里面有大概五个小时要月经来，这样才公平。对，这样才公平。だが断る。我们就要来访问看看会场的男生想不想变女生，跟如果变成女生一想要做什么？想要做什么 ？OK， 好 ，Go Go！ 耶！我们的第一位男性受访者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叫阿金。阿金你好，我想询问一下哦，如果啊今天有个机会让你变成女生二十四小时，你会想要做什么？我也想要试看穿可爱漂亮的衣服。想要穿女装，对，没错，就是漂亮一点，因为感觉就是女生的话，她们可以驾驭一些比较中性一点或帅气的衣服，但是男生如果要可爱的话，就会比较困难，对，在身材或是脸型上。所以你平常是会有想要女装吗？平常的话没有，但如果变成女孩子的话，就觉得好像可以尝试看看。对，如果真的整个都变成女孩子的话，会想试，可以出女角之类的。我们找到一位副将，哇，你好高、哦！他要超出荧幕了。对啊，请问要怎么称呼你？叫阿凡。那想询问一下，就是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变成女生二十四小时，你会想要做什么？我可以说二十四小时以内，我想体验一次什么叫来月经吗？哦，你好棒、哦，你好棒哦，很痛哎、欸！不知道女生头上经痛到底什么感觉，所以我想体验看看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那个来的话，你就会二十四小时躺在床上了，然后又度过一天，感觉变成男生。对，你还有其他想做的吗？对我来说，没有太多想做，因为女生能做，基本上我做都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，虽然穿女装也是一样，只有身体上的差别而已。那我觉得你很体贴，就会想要尝试看看女生就是身体不舒服的这个部分。我希望我女朋友看到这个影片。安排。耶、yeah, ！我们找到一位，我先确认一下，你是哪些女生？是男生。你真的，你超漂亮哎、欸，超正的，超漂亮，真的。先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雪峰。雪峰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如果今天给你二十四小时变成女生的话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可能会去像穿女装，平常那些穿萝莉塔，然后穿出去逛逛街吧。会想要体验跟男生约会吗？可能还好，可是我觉得说女生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是打扮啦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女生很强的优势。但是身为男生的你也会打扮啊，而且也很漂亮。还是差蛮多，跟真的跟生理女生还是差蛮多。打扮得漂漂亮亮之外，还有想做其他事吗？嗯，去尝试当直播姐看看。耶，我们今天又抓到一只白象春雪，你好。你跟刚刚那位是那个搭档吗？是吗？我们是兄弟。哦，你们啊，你们是兄弟，是亲兄弟吗？ 对，我们是亲兄弟。不是，你们两个都喜欢扮女角。对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那我就想要问一下，既然你们喜欢扮女角的话，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二十四小时体验变成女孩子，你会愿意吗？这个问题在 cos 当天，那我还蛮希望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所以如果说我在问你，就是说你想要做什么的话，你就想要 cos。对对 对，因为出女角还是真正女生来出，一定是比较好的。嗯，我觉得女生的样子还会更贴近那个你的推的样子。對對對，除了场次的时间以外，你还会想要变成女生吗？没有，因为女生生活起来还蛮麻烦的、哦。因为有月经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月经啊，然后还有上厕所也比男生麻烦。屁股离坐垫悬空大概一公分，呈现一种腿很用力但膀胱必须放松的奇怪力道。耶、yeah, ！我们找到一个超可爱花枝君。
我们想要请问你怎么称呼？叫小叶。小叶，好，小叶，要是今天有个魔法让你24小时可以变女生一天，你愿意吗？可以尝试看看。可以尝试。那你想要做什么？跟闺蜜出去吃饭，表面上是这样讲。什么意思？实际上吗？实际上呢？大家看那个你的名字就知道了。那你要不要详细叙述一下？这不好。我怕有些人没有看过你的名字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检查一下身体检查。我知道 Emma 的频道是健康导向的。对，没错，我们是个优质的频道。优质的频道，假的。哎，我们要查到一位超级可爱的，你好，怎么称呼嘞？我叫帕冷喵。想请问一下，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魔法，让你24小时可以变成女生的话，你会想要体验吗？并且你会想要做什么呢？会想要变女生，然后会想要做什么？应该是每个男生的梦想吧，去隆胸部吧。这个角色也没有胸部啊。但是你有24小时哦，应该剩下都不能说了吧？接下来的话就是他想要 B 跟 B， 还有 B， 然后晚上再 B， 然后再要隔夜再 B。OK， 我们理解了。然后半夜离家出走，避免隔天早上被发现。对，应该会24小时都关在房间里吧？哦，24小时都在 B。OK， 我以为你会找一个人 B。不会，太可怕了。所以你自己 B。没有，他自己讲的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哎，我找到一位爸爸，一位帅爸爸，还有一个很可爱但很害羞的妹妹，很害羞妹妹在后面。对，我们要来问爸爸一个有趣的问题。我们想要请问一下李先生，如果今天有一个魔法，24小时让你变成女生一天，你愿意吗？24小时啊？对，就24小时。愿意啊。请问你变成女生，你要做什么？还不知道，但是想做平常男生做不到的事，女生做得到，可以试试看。例如什么呢？打扮的美美的，美美的，对，然后去逛街，比如说做指甲。对，类似啊，打扮美美的可能就是这样，穿裙子吗？比较喜欢的风格吗？公主风吗？就在家里跟妹妹玩这样子。对啊，跟妹妹玩。玩公主与什么皇后的游戏？你怎么那么会帮人家想剧情啊？耶！我们现在抓到一位帅哥，我认识10年以上的好朋友。嗨嗨，要怎么称呼？叫我肖韵就好了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今天让你24小时变成女生的话，你想要干嘛？24小时吗？对。你想做色色的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其实还好哎，我会想穿一些平常不太敢穿的比较辣的那种女装，我想穿那种露肚子的那种衣服，我会觉得露肚子低胸露肚之类的，就是那种上面短上衣，然后露肚子陷阱妹之类的，哇，好赞哦！那你会想要去钓男人吗？会想钓钓看，钓到了但是不跟他打炮这样子，就是纯钓。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？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。掉然后弃之不顾，没错，因为我不能跟他过夜啊，我过夜完，他隔天鸡鸡就长出来，这叫吓死吓烂，他超能招待，吓烂，如果真的很帅，我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隔天早上鸡长出来之后，然后再干他一下，你前一天被干了，然后隔一天干一下，天哪，我没有想过，好赚哦，天哪，赚烂了，就是两边都爽到，我全都要，耶，辛苦了。我们进度很有效率，毕竟今天没有用吧，太棒了！我觉得今天访问的内容很有趣。对啊，对，我们今天访问男生的心得，我觉得男生的想法很可爱。对，我觉得男生比较浪漫，跟女生很浪漫的。男生都是想要穿可爱的小裙子，然后做可爱的逛街。但是还是有一两个男生会说：“哦，我身为男生，我还是可以穿女装啊。”就还是有一两个男生。但因为毕竟就是社会既定印象上，比较会有压力，对男生穿女装比较压力，对啊。如果变成女生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大胆的做这件事情，对他就可以大胆的做一些他们就是内心小女孩的部分，对，吃下午茶，平常不敢做，对啊。其实他们现在要做不是不行，只是在心理的层面上，他们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比较有压力，然后比较放不开。我觉得台湾还有进步的空间啊，哥哥姐姐妹妹们，吃下午茶嘛，就去吃甜点嘛，甜点没有分性别的，男生们约起来约我们去吃下午茶。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街。相较于女生，男生的答案真的是意外的可爱太多了，但好像也不算太意外。对，也不意外。其实还有一个男生，他说就是他想体验月经来这件事情，超酷。但今天没有男生想要体验一天来生孩子。一天来生孩子谁办得到？我就用一天来体验怀孕跟生孩子的感受，好像太哈口了。变成女生的第一秒就怀孕，然后最后一秒生小孩，生出来，辛苦了。生出来的是什么外星人？Don't be afraid. Yeah!
有男生看我们的频道的话，你们会想要留言变成女生变成什么样子的话，在下面哒哒哒哒哒留言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。好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要记得另外在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